先生们，您受委屈了。落在你手里能活着，这就是一奇事。先生们，果然是一个英雄。我们德和民族最尊重的是英雄。做大和民族的英雄，哼，那是我的耻辱。你说什么？不懂。磨磨蹭蹭的干什么？还不快去把手铐解开？嗨，不用，习惯了，带着。上车。嗨。你们可以下车了。嗨。先掌门，请用茶。先掌门，您伤势如何？你说呢？没事儿。那就好。最好在家里没有别人，我们可以好好谈一谈。谈吧。谈什么？哎，先掌门，其实我们应该是好朋友啊。我跟你是啊。好，先掌门，其实我武藤这样对人可是没有什么恶意，我只想发展我的模式。嗯，好事。可是我是凡人，要想把魔术提高到一定境界，这个对我来说非常难的一件事。不是对你，对任何人都是件难事。不是先生们，你知道吧，我们的先人很早以前发展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境界。等等，你们的线是不就是你们的线人，就是中国人的线人。我的意思是，我非常崇拜你们的先人留下的魔术，先人的魔术水平现在我们都达不到。真可惜，江江灾难因为这事。